体重多少公斤？这个应该是100斤以下，那你肯定100斤以下。关键是不是？嗯，就如果要幅度大的话，就得很用力。OK OK， 就是如果幅度大也可以，就整个人就贴地了那种平行是吗？舞蹈演员的艰辛，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戴上最舒服的了，因为它一直在一直在加防护的一些东西，防护像这里面有海绵、啊、OK， 就已经是最不个了、那个、长安十二时辰、嗯、对着你们吓得你们，我自己背过来要看一下、哎、我这个蓝头发，哇塞，有没有唐朝的感觉？我看你转过来，我看你们在国内走大街上有人认出来吗？现在主要看在哪儿了。他经常。对，如果在街区的话，这个概率比较大。他经常被人直接认出来。那会打扰到你生活吗？还好哈。还好，因为我平常都在工作，也很少有时间去街上闲逛。好大只，我把它放在他这个吧。来，一二三。